已经呢超过半个月了，处理得一塌糊涂啊。所以我们经过很神仔细的评估之后，我们现在站出来呼吁台委会的这个管碧玲主委、海巡署的署长周美武难辞其咎，因为他们态度、判断、决策都翻枪走板，头期已经过了，现在二期都来了。如果你是家属的话，你情何以堪？希望我们监察委员呢、能够伸张正义。我们是同文同种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怎么可以对立到今天这个程度呢？敌意螺旋的一直在往上发展，那怎么得了呢？弹劾下台，行政怠惰，弹劾下台。